把它当作再一次期一日双塔。太刺激了！咧开嘴放声大笑，绿科关系正式决裂，但科批似乎没有放在心上，就是这样屡出狂言，让民进党恨得牙痒痒。选对会将向主席提出建议，启动征召程序，开始评估人选。民进党打算自提人选，不再礼让。台面上的姚文智、吕秀莲、苏焕智开始全力争取出现，国民党也抓准时机，全力围剿柯文哲。2018北市选战俨然形成蓝绿科三方大混战，但蓝营却认为这反而会对丁守中造成有利局面。在过去这几年，其实柯文哲做的可以这么讲，毫无建树啊，他讲的多，做的少啦。基本盘在蓝绿还是有一定的比例之下，那对丁守中应该相对是有利的。绿科分裂，北市上演三足鼎立，连绿营自家立委也抱持戒慎态度。国民党则抓准时机想收复失土，但选情瞬息万变，不到最后关头，谁也不知鹿死谁手。记者董佑居、顾尚君台北报道。